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工作。目击形式震慑员，目击人数2名。工作内容：酒店的震慑员。工作地点：茨城县。工作时间：排班制。月给20万级以上，赏与有。与学历没有特别要求，日语能力需要 N2 级以上。如果对以上工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来我们的会社参加面试说明会。星期一、三、五是上午11点开始，星期二、四、六、七是下午13点开始。这边是会社的电话号码以及地址。